它在辣中间，其实还有一些些微微的回甘。每一个屁，人生当中就是会有一些这种东西。眼眶红，眼眶红嘞。但你的泪水有点太明显，他的汗都流出来了。打球都没流那么多汗，是好辣，好辣，神经病哦，忍不住哎。米血，米血跟雪糕还有什么？米血跟那豆。豆腐，豆腐哦，百叶豆腐，你们这边很残忍呢。哇，这可以吸酱汁好多辣的酱汁，那个很辣呢。他上次来是很能忍，对，他上次就醋精啊。还可以唱歌。我这本书花了一年的时间写，总共85000字，希望大家看见演员的辛酸，以及不只是喜剧演员的血泪。好赞你，好赞你，好吧。漂亮，我只能用这种方式在让自己分心。好，哈宝宝，换你了，来。为了怕你吃不到会觉得苦，我们让你先吃。谢谢。哦，是让你马上就看到祖先。这些小狗对他来讲应该借故而已吧？对啊。黄鸿云这本书，一车哦，我告诉你，他被破了无数次。还出车祸，死不了，还越来越红，钱越赚越多，到底是为什么？嗯，请看黄鸿云的书。Yes， 谢谢。他很明显的就是压不下来，一直眨眼，然后镜头这样看看不清楚，我们看清楚，鼻头嘴唇都红了。他是感动。感动，来，好兄弟出书。我有朋友，既然是作家，对，卓文萱。好的，走一个，走一个。黄浩平这本书，不只是喜剧演员，他花了一年的时间写，里面还有他的辛酸，辛酸史。他有他的心酸和屎，他真的很努力，大家要好好支持他。好像已经没有了，我们就黄浩平跟卓文萱选一个吧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压不住。为什么不想想我？你的忍冬实在也还好啊，我都冒汗冒惨，冒成这样子。好了，你认为这两个选一个？我觉得。豪平吧，可不可以选快一点？豪平选快。你呢？我是偏比较偏向豪平。好吧，那就豪平吧。赛前输了去吃。你也觉得好？对，真的。好好。因为他一点点的闪了神以后，他压不下来。可不可以尽量快一点？轻松。很冒汗。请到时候不不不不不。哦。应该要啦，对不对？嗯，好，好评啊！帅气一口，走了。吃错了。什么东西啊？应该算算辣辣哦，辣辣辣，像辣，慢辣吗？不辣了，对吗？你不要再演了，你这样现在已经在演。因为我想要吃下去，怎么没有违禁？把它多拆一个吗？再吃一下宣的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因为他觉得不辣。嗯。黄浩平这本书啊，好辣，浮夸，浮夸，哦，有点辣，对不对？落差是不是有点过大？根本忍不住，你可以试看看，你一点点就你就照，你都吃半口，要不然你不知道那个经验在哪里。来介绍书来，黄浩平这本书啊，好辣，它在辣中间其实还有一些些微微的回甘，每一个屁。人生当中就是会有一些这种东西，眼眶红，眼眶红嘞。但你的泪水有点太明显，他的汗都流出来了，打球都没流那么多汗，是好辣，好辣，神经病哦，忍不住哎。